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商宰称量不公的人们 当他们从别人称量进来的时候，他们称量很充足。 当他们量给别人或称给别人的时候，他们不充足、不良足。难道他们不信自己将复活，在一个重大的日子吗？在那日，人们将为全世界的主而起立。绝不然，恶人们的记录将在一本恶行簿中。你怎能知道那本恶行簿是什么？是一本分存的簿子。 在那日，商宰否认的人们，否认报应日的人们，只有每个过分的犯罪的人否认他。当别人对他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，他说这是古人的故事，绝不然。但他们所犯的罪恶，已像锈一样蒙住了他们的心。 真的，在那日，他们必受阻拦部的觐见他们的主，然后他们必坠入烈火之中，然后将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你们所否认的。”真的，善人们的记录却在善行簿中。你怎能知道善行簿是什么？是一本分存的簿子。真主所亲近的天神们将作证它。 善人们必在恩泽中靠在床上注视着。你能在他们的面目上认识恩泽的光华，他们将饮分存的天效。封瓶口的是麝香，浇汤爱这种幸福的人们，争先为善吧。天祥的混合物是由泰斯尼姆来的，那是一栋泉水，真主所亲近的人将饮它。 犯罪的人们常常嘲笑信士们。当信士们从他们的面前走来的时候，他们以目互相示意；当他们回家的时候，洋洋得意地回去。当他们遇见信士们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这等人却是迷误的，他们没有被派去监视信士们，故今日信士们嘲笑不信道的人们。他们靠在床上注视着。不信道的人们已获得他们行为的报酬了吗？”